如懿说，生命就该像你这么强大。我曾经以为我也很强大，两条鱼被困住了，互相用口水滋润着对方。如懿，我怕风停，风一停，这里就没声音了。我也怕起风，风一起，身后的脚印就没了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也活不了。我死了，他怎么办？不去了。不去了。不许你在这里陪着我，这里是我的归宿，但不是你的。我要你好好活下去。如懿，不成！如懿，如懿，如懿，回来了，我们活下去好吗？